鸣金，鸣金收兵。高廉果然坐不住了，派人到东昌、寇州去请救兵。看来高唐城内早已兵危将弱，不堪一击。只可惜高廉这厮如今紧闭城门，不肯迎战。军师，如今我等当如何应对？他要搬来救兵，我们不妨将计就计。快撤！中箭了！快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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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